记者王新宇台北报道。小龙女吴卓林为香港女星吴绮莉及成龙的私生女。吴卓林日前与妈妈闹翻后，先是被网友发现在加拿大流浪，随后她又贴出影片求助，闹出风波。不料今日又有网友发现影片中吴卓林的脸颊似乎有手指痕，怀疑她遭到虐待。吴卓林离开家中后开始与31岁外籍女友 Andy 同居，日前吴绮莉发现联络不上女儿后还报警寻求协助，之后又有网友贴出加拿大商店的监视器影片。事件爆出后，吴卓林也主动贴出影片，称自己有压力症候群，因为家人反同，两人因此沦落街头。近日又有网友眼尖发现吴卓林的右脸颊上似乎有蛛五指印，怀疑他遭女友 Andy 施暴，民众如遇同居关系暴力情形，可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向各地方政府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求助。吴卓林右脸颊似乎有指印。翻摄自 YouTube。